青春时期的陈丽萍深受歌手崔台金的启发，因此带来这首《但是又何奈》，与大家回味经典。如果早知你为我不是真意，我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爱上你。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又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但是又很难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但是又很难，谁叫我心怀你？但是又很难，只有抱着一份情，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里。如果早知你对我不是真意，我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爱上你。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